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将军，起三零零啊！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！将军，起三零零啊！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！将军，起三零零啊！不然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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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零零啊！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？德鲁古话的口头禅。BB。他的口头禅是 BB。BB。哎，妈，还有妈什么 ？BB。好。好，讲完。OK， 我们继续问完。好。
全部都是，他的脸书全部都是写这种讲我们的，讲我们的。那我现在只是过来拍他，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想要认识这个人，因为他到处放。每一个啊，每一个，你看，国际乡公所他也骂。反拍啊！国际乡公所他也骂了。他用到我的手机了。这是图书馆。做什么？你用到我手机了，就不要干嘛？干嘛？就是我啊，他每个都，他是这样子。干嘛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小姐，你可不可以请讲这个动作？我没有动到你啊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你可以反拍我，我不能反拍你。先生，我可不可以停下停下？因为我这也是图书馆，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，好不好？那你叫他关掉，我就不拍了。你们这样子，你们到外面去。不是你这样子，我们那请他到外面呢、啊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们去外面好吗？你这样子，我们图书馆很无辜哎、欸。是的，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他的错？他先把他抛到网络上，现在怪我们了。我今天刚好碰到他啊，我们家乡的人还蛮想认识这个人的，所以我就拍他哦，他就是很有名这个周琦大先生。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，老酒鬼就喝这个小米酒，小米酒配三苏，健康有营养，还有阴道缩紧，紧实什么都紧啊，是什么都紧 ，OK， 好了来了，大哥好了，坐那边我就不要。好冷。
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只是拍，这样拍让大家知道而已，对。因为他把我，那被你把他撤销掉了。我为什么要撤销掉？我的他也没撤销掉啊。对啊，他po了好几个嘞，三四个嘞，三千万张吧。照片哦。对啊，po我们的。脸书的那个什么封面照啊，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要碰到我机器哦。哎，你自己在碰我了，你也不要碰到我的机器哦。脸书啊，他就骂我说，我这是慈济大学的学姐吗？对啊，他直接侮辱我到我们学校啊。我那个公然侮辱原住民。对啊，他最近太怪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开始。嘿，然后呢？没有怎么样，因为不是我报警的，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报警，他知道。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，对吗？自己知道吗？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。嗯。就这样子啊，没有什么事。嗯，好。我不知道他在拍什么。对，那你现在在拍什么？对啊。他敢拍我就敢拍他。处理完了是吧？爸，这样子处理完了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帮你？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处理。我现在报案嘛。你现在要报什么案？你要报什么？我报什么先治你？你现在骚扰民众啊？骚扰？我没有骚扰你啊。我骚扰民众。我现在说他们骚扰民众，我现在就骚扰你。我跟你一样啊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们也是在你旁边看的。你也只是拍，我们也是拍啊。你现在也是拍我。你们现在不就在互拍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不是也骚扰我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？去背跟警察备案，说你骚扰。对啊，你们两个这样子，对不对？banana 香蕉、哦、那个 banana 碗，没有男生的香蕉 banana 碗，
什么叫男生有香蕉？不用太直。男生有香蕉。男生有香蕉。香蕉怎么讲？笨笨笨笨。香蕉很好吃。笨笨笨笨。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 Pub 的。什么工作？ Pub 很多啊。喝酒啊，还是要喝法原住民。你会喝酒吗？会啊。几岁就会喝了？这个不能讲，从小就要练，从小开始练习。我们现在要去，你知道的。国小吗？一生出来的时候。哦，一生出来。对对对。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。妈妈。我们的时候去喝了吧。啊，你是酒精宝宝吗？酒精宝宝。
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蛮好笑的，东西收起来好不好？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？他收起来，我就收起来了。对啊，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？对，要不要我叫人来？叫我们来干什么？太无聊了吧？对啊，你先收起来啦。请他们离开，我在图书馆，我在用电脑，是他们来的。这是公共场所，我不能来吗？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。就像你说我们昨天箱的人为什么要请你离开？不要吵，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，然后你先生你先把手机收起来，好不好？他不收起来，我要怎么收起来呀？对呀，毕竟是你先拍的，那你就先收起来，他也收起来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这样子拍，那我们到底在这边干什么？他不，我干嘛要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他也很无聊啊。你先拍人家的，你就先收起来吧。你都没有办法处理的。你要处理什么？你现在不要制造问题，现在有的问题我们就现在处理。你要很小心。你不要故意的碰到我的东西。不会，警察局的坏话。我这个都他会讲，他会对。等一下。他那还有写左西乡，我们左西乡的所长的，对，所长怎样？不接他的案子怎样子？怎样？对啊，也是五路啊。不要这样子一直拍到我的手机啊。好了，你把录音机收起来了啦。他在录影。对啊，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处理？就我看他要怎么。对啊，给观众看一下嘛，你对不对？你不要挡啊，给观众看一下，这就是他是不对。观众看相嘛，你不拿下来，我干嘛要拿下来？对不对？可以了吧？你们家要关到什么时候？我问他，他不关掉，我怎么关掉呢？真好笑的。那就让他这样子就好了，没关系，你们去回去吧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一起站啊。不要碰到我手机，对不起啊，要不然我会用手机。趁他很闲嘛，我们就陪他。他不放假，我们。